又是一个美国的选手吗？是的，这个叫做 Arabi。Arabi 这只蛮美的，嗯，这一只非常美耶。来，给你大概看一下。哇哦，它是一个大理石口红，就感觉它是一个完全没有人知道的品牌。其实他们家美国做，他们家在美国是做洗发水的。哎，但是一个洗发水品牌可以把它的口红做这么漂亮，我觉得比刚刚那个做香水的厉害多了，比刚刚那个做香水的，真的，这个真的还蛮漂亮的，对不对？还蛮高级的感觉。来，我们来看下这个颜色，它只有一二三四五六支，我手上这一支还有六支，它是一支哑光口红。来，我试一下，哦，比刚刚那个轻一百倍，真的，轻一百倍。好滑哟，我跟你说。刚刚那个品牌帮他做了铺垫，色号是什么？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颜色。Ruby Red，Ruby Red，这个多少钱一支？这一支口红人民币300块，好看吗？包装真的很复古。这支颜色好看吗？哦，我今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画不好口红，刚刚那口红画得很难看哎。品牌叫做 Arabi。这支颜色好看吗？还蛮好看的，对不对？它会有一点点像，怎么形容它呢？我感觉它是一个，这种颜色涂出来，我感觉是以前古时候，不是古时候，就明朝时期，不是明朝时期，就是那种民国时期，那种穿旗袍的女人会出这一支颜色，就这支颜色有一点点像那种明朝时期穿，民国时期穿裙子用的那种颜色。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会想到金陵十三钗涂这个颜色，我说实话哦，我觉得这支口红是那种女王用的口红，不是的，是我奶奶用的口红，奶奶这么 fashion，就是美国老太太用的口红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那这个品牌还卖得出去吗？这句话不能这样讲。你有在 care 品牌卖得出去这我在 care 啊，那你刚刚那一个品牌那个品牌就是不应该存在啊。对啊，所以你没有在 care 啊。我觉得它太复古了，复古到有点老派，就是。我觉得这个非常高级，你的朋友朱丽丽就是这种风格的，就她会是，买这支口红。对，很时尚的女生可以，就 fashion 的女生会用这支口红啊？可以你拿 no fashion，这个是 high fashion，，fashion，fashion，fashion。这个很美啊！哎，你为什么对它的包装有这么大的偏见？我没有偏见，我觉得它是高级的，但是有种古董感，古董的哎，感我就觉，是要古董啊！就古董的感觉，哦，你不说是，这是奶奶那一辈的人会用的口对，红，对不很精致。对？OK，所以我刚刚说这个颜色一涂出来，我觉得像金陵十三钗的颜，就是有一种雾雾的感觉，就给我一种很陈旧的感觉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显得很旧很旧的那种感觉。嗯，来，我们看下一支，这支颜叫做 Tropic Flamme。巴吉莫多咕嘟咕嘟，这怎么读啦？我也不知道哎。这件颜色是灾难哦，太荧光了，灾难。这个只有你明星可以涂得出来，真的。这一哎，我今天只，涂口红好丑啊！你如果不是女明星，就不要涂这种颜色，真的。这颜色确实。太好看，好看个头嘞，好看。就是说完你是来。说那个荧光是吧？真的，如果你不是白到发光，你真的不能用这支颜色。就是白的人可以用，但是真的很荧光。我觉得这支颜就是李思思在春晚上用的颜色吧。李诗诗是谁啊？李思思，你不知道谁？吴奇隆的老公吗？那是刘诗诗。啊，你没看春晚那天晚上热搜吗？没有然后看所有人都新闻。说春晚那个主持人的嘴巴颜色很漂亮。迷，对，就是又漂亮，但是又绝对不能驾驭，就感觉跟李思思的颜色好像哦。有点荧光橙的感觉，有一点点荧光橙。这件颜色我不推荐。啊，还是啊。这件颜色，哎呦，不行！来下一支颜色给我一下。这支颜色叫做 Rosewood，这支颜色是欧美女生会喜欢的颜色，她们说玫瑰森林。这支颜色我不能说它丑，因为这是欧美女生会用的颜色，嗯哼就，Yeah。是化欧美妆的人会用的很常见的一支颜色，就是那种这裸个是色。吗？就是嘴裸角。调的颜色，这种颜色是你化大浓妆的时候用它还是蛮好看的，对吧？
你化大浓妆的时候用它真的蛮好看的，嗯，就是比较适合欧美女生，然后皮肤黄都没有关系的一支颜色，比较难驾驭一点，就妆容要搭配。嘴巴肿了一样的，我嘴巴没有肿啊，这里哪里？这地方是因为我天天卸这边，是不是肿的？不是肿，就是卸妆这边是上不了粉底了已经，多可怜，超可怜的。来下一支 ，The Wallet， 就这样子，是不是紫罗兰啊？你先看我的嘴巴，富鹏，你看我变雷震子的嘴巴了，我已经。你觉得我嘴巴像不像雷震子？我这个挡着都看不到，像不像雷震子？我觉得你嘴巴变得好小啊。对，不知道为什么，有点像雷震子的感觉，有点畸形。你有没有看过恐怖片里面有一个女婴，她就是这种兔唇的感觉？有点像。这种红的哑光是我可以直接感受到它的粉的，就是粉末状。嗯，他们说像我的颜色，放狗屁。不能在直播间骂人。我今天真的不是我试口红的日子，真的。我今天试什么颜色都很难看，怎么办？又是一支很难看的颜色。来，我们试一下下一支。我要睡着了，我要看这支 The Red。你说卖的最好的一支颜色，小红书现在最火的颜色，不是就这个品牌里面小红书种草最多的颜色哦 ，The Red。没有很神奇啊，没有很神奇，就薄薄涂也就这样哦。对啊，没有很神，就是 so 你想怎么样叫神奇、啊、？Just so so， 就是你嘴巴，就是我感觉不到这个品牌的灵魂。你真的好严格哦，就是 so so 啊，真的很 so so 啊。我觉得你现在整个人的，你刚刚已经说你们已经觉得这支颜色已经可以 ，Oh my god 了吗？不可以，我一直在看这个颜色，好看吗？这个颜色还可以，确定吗？他们说就今天晚上这个颜色正常一点。嗯，它是一支没有问题的颜色，但是也是一支我觉得没有错的一支颜色，但是没有让我 wow， 就是没有 wow， 要求有点高了，现在真的，嗯，完蛋了，这两个品牌都不用买了，这两个品牌的这个系列。